山顶漫步摄影光年，港督最后的英式庭园，逼上山顶欣赏繁华嘅维港景色，相信咧系香港嘅全民活动啊！山顶响开埠初期，一直咧都系华人止步嘅洋人区，响度住嘅人咧全部都系银行大班，又或者政府高官。山顶缆车咧已经踏入125周年啦，至今留低嘅好多都系英式建筑。想远离繁嚣，欣赏建筑同埋自然嘅景致，可以沿住柯士甸山道上山，好快咧就嚟到呢一个充满欧陆风味嘅柯士甸山游乐场啦。大大块草地俾你任跑任跳，仲有喷水池啦、维多利亚凉亭，一草一木都够晒精致啊！点可以唔影相呢？再向上行，经过文艺复兴风格嘅旧式港督别墅守卫室，嚟到山顶公园先至系真正嘅秘密花园啊！呢度就系山顶公园啦，沿路行上嚟咧都有好多英式建筑噶。山顶出名大雾啦，其实好似今日咁咁好天气，真系好难得噶。呢一度前身就系别墅嚟嘅，喺50年代改建成为公园之后，依照英式嘅庭园嚟设计，中央以鲜花砌出线条，简单嘅几何图案花圃就系全场嘅焦点啦。